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又迎来了一个敬拜主的日子，我们为此感恩，也感谢主今天保守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能够继续来到圣殿，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也感谢主对我们一路的保守，也求主保守那些在路上的或者在家里的弟兄姐妹，也保守他们今天进出都有平安。现在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在敬拜之前呢，我想先有几件重要的家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是青少年的事工已经开始恢复聚会，就是那个言语光的聚会，但是要求呢，所有的参加者呢必须是完全接种疫苗啊，有那疫苗卡，同时每次参加聚会都要佩戴口罩，保持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这边有一个 email salt@sarc.ca， 你可以去发 email 去询问你有关的任何的问题和 concerns。实体青少年的查经班，就是在主日，在国语主日的敬拜时候的这个少年的查经班，也在牧师楼楼下呢开始啊。这个适合的年龄的是12到18岁的青少年啊，也同样的 email 也是 salt@sarc，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询问。实体言语光的这个团契的机会，也是适龄的年龄是13到18岁的青少年的，也从现在开始呢，每个周五晚上7:30在教会的104室开始举行啊。如果你知道有需要的这个青年或者家庭父母，您可以通知他们，让他们开始来申报和参加。然后祷告祈求，就是今天下午呢，我们有每月一次的长执会的例会，请各位弟兄姐妹为这次会议呢来一起祷告，也求主保守带领侍奉的长执长老执事们。教会的2年读经计划的这个 schedule 表也已经准备好了，有电子版和paper 就是纸张的版本，你可以到教会的这个来领取那纸本，也可以在网上下载这个电子版本啊。另外就是姐妹教会的姐妹团聚，他们继续以 Zoom 的形式来聚会，下次聚会是在1月11号就是下周二。就是这周二啊，早上10点开始，这有 Zoom 的这个连接的这个 code number 和 password 都在上面。这次的讲员是孙高伟川师母。我们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啊，欢迎你们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如果你是慕道朋友的话，也求主带领你，让你能够听到神的话有感动，能够真的是听到神的呼召，能够早日的能够这个领受神给的救恩，与我们一起蒙受这份宝贵的救恩。实体主日敬拜，我们继续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发现我们可能有些松懈哈，就是我们还是要严格遵守的有关的政府的要求啊。每次呢，你要参加来呢，要在网上预定座位，每次聚会呢，一定要戴口罩啊。作为在台上，像我现在可能没戴，就是，但是多数我们在台下都要戴口罩。另外呢，就是聚会完了以后啊，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严格遵守我们要的规定，从这个两侧前面的两侧门或者后边的门出去，不要，除非有老年人需要，或者你要去洗手间的，除非这样有特殊需求的，你可以再回到这个大厅，从后面的门出去。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大家遵守规定，继续从前面的两个出口和后边的出口出去，请大家继续遵守这个规则。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神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如果方便，我请大家一起起立。46篇，神对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因此，地虽然震动，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的深处，我们也不害怕。虽然海浪翻腾澎湃，虽然山域因波涛汹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条河，它众多的支流使上帝的城充满快乐，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在城中，城必不动摇。天一亮，上帝必帮助他，列邦喧嚷，万国动摇。上帝一发声，地就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保障。你们都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使战争窒息，直到地极。他把弓折毁，把矛砍断，把战车用火焚烧。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上帝，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我要在全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保障。感谢神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守节心清的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祷告的祭。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那位我们敬拜尊崇的独一真神。是啊，你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避难所，你是我们在软弱中的力量，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当我们走出2021年，迈入了新的2020年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回首往岁，思想我们在过往的一年里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更加思念神你在这岁月中与我们每天的同在。在惊涛骇浪中，在危难险阻间，你是我们磐石一般的依靠，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创造主，你是爱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深知你爱我们，你爱我们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可测度。你为爱我们，甚至将自己的独生献在十字架上，承受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因信称义，站立得住。是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死亡吗？是危险吗？没有，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灰心丧胆，因为靠着神的爱，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也必因信在困苦逼迫危难前得胜有余，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主啊，求你赐我们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求你赐我们天天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主。现在疫情仍然泛滥，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神掌管一切，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你不但顾念我们，更赐我们脱离死亡捆绑，得救进入永生国度的盼望。你的救赎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哈利路亚，让我们永远的不断的歌颂赞美信靠我们的救主。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Amen， 请坐。主，你是尊贵君王，万物都出于你，属于你，归于你。早上，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君王降临。如果您方便，请起立。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
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欢迎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我们欢迎，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荣耀的君王竟然为我们在十架上舍身，这是何等牺牲的爱。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的平安。何等牺牲的爱，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
上，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使我得平安。何等牺牲的爱，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圣僧死亡全是经过属你永活的战胜，何等牺牲的爱，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亡全是经过属你永活的真神，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亡全是属你永活的战胜，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阿们，大家请坐。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呢会分享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三十二节，在这里面耶稣讲了三个故事，描绘了上帝的样子。正如刚才我们唱诗里面所说的，耶稣用他牺牲的爱来爱我们，不仅道成肉身，他还跟我们说，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那么父神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看到耶稣为我们描述的，通过三个比喻来看到他描述了一位慈爱的父神，然后告诉我们说，你是我的宝贝。我们今天一起来祷告，来一起凭着圣灵的感动来领受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非常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话语，现在主的羊在静静的听，愿圣灵能够带领我们明白你在比喻当中所要教给我们的，告诉我们的父神对我们的爱。愿圣灵的感动在你我的心里做奇妙的工，来激发我们回应神的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怀着心灵和诚实来奉献上我们自己的真心诚意。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在这个今天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里面呢，我们一共提到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呢是关于一百只羊、一块钱，还有就是两个儿子。所以在这个失羊的比喻里面，我们会看到寻找迷失的羊这个比喻，然后在失钱的比喻里面就会看到富人在寻找那一块钱。
最后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狮子的比喻，狮上的儿子回家。这三个比喻来让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是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药方，而这个药方呢，就是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让我们从罪当中悔改，来成为恢复神样子的神的儿女。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想先请大家来思考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当有人对你说你是我的宝贝，那如果我问你这句话的时候，你在脑子里面会想到是谁对你说了这句话？你是谁的宝贝？当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请你把你这个心中的这个答案放在我们今天的比喻当中，你要为他祷告或者为你自己来祝福。那么前两天呢，我们看到关于这个宝贝是谁的问题，其实在网络上是有一个视频啊，大家都在看。那么是关于一个失恋的少女，她在这个网络的流传的故事当中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呢？我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回应的故事。这位女儿呢，她因为失恋了，所以在外面淋了一个晚上的雨，她没有回家。那么这位父亲呢，找了她一天一夜，找了她一天一个晚上之后呢，终于找到了她了。那这个爸爸呢，只是静静地陪在女儿的身边，给她一个肩膀，给她依靠。视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满满的父爱，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面所表达的就是这位父亲说，你是我的宝贝，我爱你。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三个比喻是以天父为主角的，说明天父的爱，并且他们都跟失去有关系。这里三个比喻的中心思想呢，就是讲的是天父如何向失丧的这些人来表达他的爱。失羊和失钱的比喻呢，重点就是天父来主动的去寻找那一些灵魂。然后狮子的比喻呢，就是重点在于人如何去回应天父的爱。这是一个关于寻找和回应的故事。那今天呢，在我们看到这三个比喻里面的共同点和区别，一个是寻找，一个是回应，这两个故事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我们一起请弟兄姐妹来读一下一到七节的经文。众税吏和罪人都接近耶稣，要听他讲。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纷纷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99只留下在旷野，去寻找那失落的，直到找着呢？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放在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请大家和我一同欢乐，因为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乐更大。在这个失羊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在这里面呢，大家都看到，其实我们看看周围身边的人，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在亚当里走失了的羊。那么今天这个比喻就可以能够理解，因为基督他愿意把你每一个人都找回来，把你扛在肩上，
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肩膀，就像刚才我们唱诗一样的，他用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用肩膀来扛回这些迷失的羔羊。所以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其实他讲了一个前提，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讲这三个比喻的时候，是耶稣向法利赛人和经济学家他们讲的，因为他们指责批评耶稣跟罪人在一起，他说耶稣跟罪人交往。那在第四节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这里面指的是我们，是代表那些被拯救的羊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读过的，就是说旧约特别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诗篇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呢，主耶稣也是引用诗篇的这个比喻，来透过这个牧人的形象来描写神对人的拯救。那在这里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就是说耶稣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去思考，提到了这一百只羊。那么在里面的九十九只羊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自己的是属神的这些子民，那迷失的羔羊就代表了还没有悔改失丧的这些灵魂。主耶稣基督强调了这九十九只羊和一只羊之间的这个对比，中心的重要的关注点呢，是在这个牧人的身上，就是我们的天父，他对迷失的羊的爱护、保守以及欢喜。天父情愿放下自己的一些子民，然后去寻找那些还没有回家的、还没有认识福音的这些没有悔改的灵魂。那第五节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会找着我们，然后会欢欢喜喜地把我们扛在肩上，用他十字架来赦免我们的过犯，来把我们迎接回家。所以在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关于放在肩上，用爱来爱我们，用接纳来保护我们，让我们放心地回来的这么一个爱的举动。因为主耶稣基督找回了你这只迷羊，所以呢，他会用爱和接纳来告诉你。第六节的经文里面，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欢乐这个词，那这个词呢，就表达了所有的人在得到了救恩以后，罪人悔改，然后我们整个的群体都在为这个人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一个弟兄姐妹他要是决志了，我们大家都给他庆祝，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欢乐的事情，会给我们整个群体带来这个快乐。那这一节经文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两个对比，也就是说一个是悔改，还有一个是不用悔改。这两个对比就是表示了牧羊人因为要寻找羊，他得到的一个欢喜快乐是因为这只羊他悔改了。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和经济学家呢，他们就是在埋怨耶稣，因为耶稣在帮助那些不配得到救恩的人。这里面用这个对比来告诉我们，牧羊人因为找着的那个失去的羊而欢喜快乐，所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神在等待着你回家，而这个等待是属于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的一种等待。当我们再去理解，因为我们也刚刚有过一个受洗的仪式，那大家就更能够体会到那种大家一起来庆祝的这种场景。我们每一个决志信主的人，我们都要感恩，因为上帝看到你决志信主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连天上所有的这一些都为你欢喜和快乐。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话生活话呢，就是救恩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你在思考救恩只是一个人自己决志信主，那么今天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它不是。因为我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视频的例子，这个女儿因为失恋她迷失在街头，那一个人的迷失操心的不是只有她的爸爸，而是全家人，有可能是他的母亲，有可能是他的弟兄姐妹，还有可能是他的朋友邻舍。所以这是一个家族的问题，是一个群体的事件。
我们也看到现在微信网络通讯这么发达，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们都会转发，而这个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一件事情可能就会得到一个成千上万的粉丝的关注。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可以体会到一个事件对于会众、对全球的这个新闻关注度，那更何况在天上，天上所有的这一些啊，天使天君所有的这一些啊，都会为我们欢喜快乐。在主耶稣让我们所想象的这个天国的这个画面里面呢，在天国的庆祝是更加大的，因为牧羊人找到了这只失去的羊，不只是这个主人在欢喜快乐，他们的邻居、他们的这一些朋友，所有的都在告诉我们，这个救恩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公众的。你是公众的宝贝，你不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属于全体，是互为肢体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连天国都要为你庆祝。你在座的每一个，包括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亲人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宝贝。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失钱的比喻，在经文第八到十节，我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下。或是一个女人有十个银币，失去一个，哪能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呢？既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说，请大家和我一同欢乐，因为我失去的那个银币已经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因为一个罪人悔改，神的使者也必这样为他欢乐。我们在看到第二个比喻的时候呢，是在理解到第一个比喻的前提下，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传统，也就是我们要先理解银币和头饰的这个比喻的概念。在失钱的比喻里面，这个妇人呢，我们看到了经文里提到了她有十块钱，然后丢掉了一块钱，而这个钱不是一个普通的钱，是她戴在头上的用金银首饰来排成的这个珠宝，就是这个钱是结婚用的。在结婚的那一天呢，就是新娘会带上她结婚用的这个十块钱，把它排成一排，缝在一个布条上面，然后绑在这个新娘的头上。别人在看见她额头上这个十块钱的时候呢，就知道她已经结婚了。所以就像我们现在戴结婚戒指一样，那如果一个人把结婚戒指丢了，那他肯定会去找，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已婚的婚姻的象征，还有他的这个代表着他的一个名声。所以呢，在这里面这个妇人就到处去寻找他失掉的这一块钱。在古代，在古罗马的时候呢，这个钱币上面是印着这个君王的头像的，我们就像是这个掉落在地上的钱币，罪人掉到了这个罪的世界里面，现在主耶稣基督把它找回来。因为在这个钱币里面印着上帝的样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我们都是尊贵的，所以一定会把它找回来。其实我们在平常的日常的购物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我就听说过有的朋友，比如说他买完单了之后呢，去拎了他的食物，拎了他要买的那些东西之后，就把钱包放在收银台就走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呢，才发现哎呀，我的钱包不见了，到处找找啊找，终于想起来原来是购物的时候掉了那个钱包。那他又回去问那个希望能够他的钱包没丢。所以呢，我有一个朋友就在美国，在那个沃尔玛的时候，他购物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钱包留在了沃尔玛。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店员看到了之后呢，就把这个钱包保护得好好的。等到这个人，我这个朋友去找的时候，去问的时候呢，钱包又会原封不动地还回来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风气里面，会对这个社会风气来感恩。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找回来的那种欢喜和快乐。
所以在第九节的经文里面，当这个妇人找到了他丢掉的这个钱币的时候呢，他会跟他的朋友跟他的邻居来一同欢乐。也就是说，当我把钱包找回来的时候，我会去告诉我朋友啊，沃尔玛真好，哦，我的钱找回来了，我的钱包又回来了。所有的这一些事情都代表了你一种快乐欢喜的这个心情。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应用里，是因为救恩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里面所要再次强调的救恩，就是一个群体之间的连接，也就是我们对于教会弟兄姐妹们之间的一个理解。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觉知了，我们就说啊，我们又多了一个肢体，这个就是群体之间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呢，又再一次的强调他得到了这一块钱，那么这个神的使者也会一同欢喜和庆祝。所以在这两个比喻了之后，我们也看到了施钱的比喻和施羊的比喻，他们有一个公共的重点，就是天父对失丧灵魂的爱。中心思想就是在上帝对于他失而复得的这一位宝贝，他所表现的欢喜。所以当你想到你是谁的宝贝的时候，你也可能能够体会到上帝的这份心情。那我们在最后的这个第三个比喻里面，是关于狮子的比喻，经文在11到32节。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比喻的大概。在这个比喻里面，是讲的是一个父亲还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要求在提前分这个家产，并且开始独立的生活。当他把这些家产都用完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小儿子不想做那个喂猪的工作，然后他就决定回到父亲的身边，请求宽恕，请求父亲的宽恕。然后一直在家里面等待他的这位父亲，也就是因着这个儿子的回家而欣喜若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大儿子，就是因为弟弟回来他愤怒不已。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啊，我们要强调的经文的重点在第20节和21节。20节的经文说，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还远处时，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失去儿子的比喻，其实是三个比喻里的最高潮。天父在不同的群体里面施行他的拯救的工作，来等待着每一位回家，包括自愿悔改的，包括主动的悔改的，还有被动悔改的。所以我们的主会跟我们一同欢喜快乐。我们每一个人不应该觉得这件事情是跟我们自己毫无关系的。那通过这个表格的对比呢，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失羊、失钱，还是失去儿子，所有的都是宝贝，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找回来。牧羊人要找回失去的羊，这个妇人要找回他结婚的象征的这个一块钱，而这个父亲要找回他失去的小儿子。所以在我们看到失羊和失钱的比喻里面，关于羊和钱，他们是不会主动的回来归向这个主人的，这个需要主耶稣基督要主人去寻找。可是失去的这个儿子呢，他是会主动的自愿的回转回来，重新回到这个父亲的名下。但是这两个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悔改归主。我们看到失羊和失钱比喻结尾所提到的这个罪人悔改，还有这个狮子的比喻里面的这个罪人自愿从罪中悔改，在这个三个比喻里面就给我们非常清晰的分别出来了。那么我们周围身边的那些你是怎么样的呢？你是自愿悔改，还是神的恩待然后让你认识到这一个福音和恩典呢？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整个的比喻信息，神都把我们每一个人当成他的宝贝。这个小儿子无论他的生活有多么糟糕，
无论他有多么的过，有多少过去，有多少悔恨，有多少遗憾，可能这些事件呢，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身边的人。那么只要你回转，神都会来接纳你。就像这位盼着儿子回家的父亲，神把你当成了他的宝贝，会把你紧紧地抱在怀中。如果你也有曾经相似的这个经历，那此时此刻你就能够体会到失而复得的这种激动和喜悦。所以当我第一次刚刚问你那个题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经历过这个失而复得的这个情绪里面，你有没有一份激动，有没有一份感恩，有没有一份喜悦？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呢，失而复得所带给父亲的是一种连天上都一起来庆祝和欢喜的这种恩典。那么神一直在寻找你，在寻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牧羊人不见了羊，他就会放下其他的羊去寻找他。富人不见了这一块钱，他也会找回来，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宝贝。那小儿子出走的时候呢，父亲也会天天在家里等着，期待着他回来，因为这个小儿子也是父亲的宝贝。小儿子回来了，那么就父亲就会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他，并且为他摆设筵席。前两个比喻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么一个寻找的行动。在这里寻找和行动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比喻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最后的比喻来强调人的悔改和相信，因为神的行动和人的回应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父亲代表了这个上帝，而牧人代表了基督，而妇人代表了圣灵带领下的教会。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敬拜神，我们今天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有看到在这里面，神其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成他的宝贝的羊。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我们就是戴在教会这个头上佩戴的这个金银银币，我们的脸上有父王的尊贵的形象，在这个银币上印有着君王的形象。我们这些浪子也好像是小儿子，在这个父亲的面前，这位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小儿子，一直期待着他的回心转意，家里的门也一直为小儿子打开的。所以同样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救恩的大门也一直在这个世界上为每一个人打开。今天你的得救也是因为神一直要把这个机会给你，让你来悔改，等待你回家。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视频里面看到了父亲的样子。那么主耶稣在比喻里面给我们描绘的父亲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要先回想我们的过去，我们曾经浪费过自己的生命，我们可能曾经失去过我们最爱的人，我们可能会被这个世界捆绑，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做错了事情，对不起其他人，或者是我们亏欠了那些爱我们的人。那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所寻求的每一个答案，在就像这个迷失在街头的这个女儿，她淋了一夜的雨，她迷失的时候，整个晚上她的爸爸都在找她。所以当这个女儿靠着爸爸那个宽厚的肩膀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画面，而这个画面就是这位爸爸说，你是我的宝贝，起来一起回家吧。所以弟兄姐妹们，现在你想到的这一家人的画面是怎么样的呢？是怎样的一个团聚的画面呢？我想也有可能这位爸爸在带女儿回家的时候会被为她摆设筵席，来庆祝这个女儿失而复得回归家庭。所以我相信这一份庆祝和感动也会成为你心里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留在你的心里。有一个6岁的孩子，他有一天他的妈妈问他说，你在画什么呀？小女孩回答说，我在画上帝。妈妈很惊奇，因为她跟女儿说，没有人知道上帝是长什么样啊。
女孩子告诉他说，他们马上就会知道了，我画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了。那么现在圣灵通过圣经的经文来启示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画上了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子。这个所启示的天父的形象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呢？天父在呼召你回家，天父对你说，孩子，我们回家吧，我在这里告诉你，你是我的宝贝。那你会起来回应他吗？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经文，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生命圣诗》196首，我今要归家。开慈爱双手，欢迎我。
感谢神，今天借着他仆人的口，再次把这三个比喻，来向我们讲述，让我们更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他的宝贝。我们愿意那些在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你们也切切地体会到神是何等的爱你，他愿意给你敞开他的家门，欢迎你早日能够回到家里。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求我们一起有这个像主一样的爱心，能够帮助我们的神一起来寻找那些失丧的羊，能够也感动那些失丧的儿女们能够早日的悔改，回到神的家中。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敬拜再次的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再次的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再次赐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真是你的宝贝，你不愿一人沉沦，你愿万人得救。主啊，你为了拯救我们，甚至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做了赎罪的代价。主啊，愿你的圣灵继续的感动，继续的带领，我们也愿意在你的面前立下心志，做献做活祭，能够真的是为神国的扩张，为挽救失丧的灵魂与主同工。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在过去的一年你对我们的保守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永远的要纪念赞美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求主你继续在新的一年里坚固我们，坚固每个弟兄姐妹，坚固同在堂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你的国度的伸展做美好的见证，打美好的仗。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歌，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你神父生子生灵。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领受主的恩典和祝福。愿父神的慈爱告诉你，他在敞开天国的大门迎接你这位宝贝回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救赎可以让你欢欢喜喜地站立在神的面前。愿圣灵的感动和交通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悔改归向主，成为一个得胜者。父神的恩典和祝福满满的流淌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请大家默祷。